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那其实周老师呢，以前就非常喜欢唱歌。疫情在家闲闲没事，这几天突然唱好多首歌。先说我在唱歌的时候，我们家的猫咪呢，好像都蛮有兴趣的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，如果我对猫咪唱歌，它会有什么情况。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。你尾巴在动什么动啊？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我知道。等一下，你这个样子我没有办法唱。你的眼睛，你完全。哎 ，Hello，Frankie， 你完全没有在，没有在对焦哎。等一下，你看。移过来，你在发呆哦？那你的尾巴怎么回事？好，是不是你不喜欢这一首？我换一首好了，好不好？换一首，来来来，我唱那个莫文蔚的，好不好？来喽。他不爱我，分手的时候太认真，拥抱的时候。不够靠近，他不爱我。说话的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我知道他不爱我。他的眼神触动他的心，怎么没反应呢？怎么了？那尾巴动很厉害啊！那如果改吹口哨好了，哎呦！很捧场嘛，对不对？赞哦，给你一个赞，好不好 ？OK， 你知道还想听哪一首，你再跟我说哈。哦，我再帮你录起来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意思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好好好，来来，再唱再唱，来，我想想看啊。你说你想要他，偏偏注定要我讲。给点反应啊！请圣上给点反应好吗？哇嘞，这是什么姿势啊你？以后别做朋友，朋友不能牵手，想爱你的冲动，我只能笑着带过。最好的朋友，有些梦不能说出口。哎呦！好好好，之后有机会再唱给你听，好不好？